何君堯是完全没有资格做地领大谢校董的。这个反民主知法犯法出卖人格无知白痴黑白是非不分的人，不要说来岭南做校董，其实连做学生都不应该吃。会长，我都觉得你有些字眼过火。第一，他高调支持人所皆知的不民主替补机制，他反民主。首先他讲替补机制，众所周知，我做律师会会长的时候，我是反对替补机制。连一个这么基本的事，他都功课都没有做。Round two, fight. 第二，他为了垄断新界原居民支持，竟为了他的选票反对政府清拆新界丁屋僭建物。丁屋的问题，僭建本身就是僭建，我在很多大气电波场合文章访问都讲明了，犯法就犯法，如果你要拆他就拆他。而那个僭建的申报计划就是确实就利有一些人，他可能自己犯了法，然后自己申报说自己在哪里僭建。我是反对就是这种这样的利诱的方式。刘同学，你用词又不恰当，在那个对查究方面来讲又不到位。我希望呢，相勤保全。又我同你见多啲仔啊，傲慢同埋偏见，咁我相信呢一个咧违反咗，即系做大学学生里边要求知识，胡适都有咁讲，即系我哋可以大胆怀疑，咁你一定要小心求证。